速爆破。Go！ 快点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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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！你怎么会这样？哇塞！跳跳已经清干净了。好快啊，好快啊，大家还想要亲上面的这些。郭先生，你不要想这么快，来给他亲一下，给他亲一下，来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小心，来亲亲亲亲干净。这个很好笑哎，好，快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好夸张哦，好厉害哦，好快哦，我还看到气球就眼红了。你要看一下了，跟跳跳最亲近的一个品种，对，就是 Kid， Kid， 几乎是 Kid 宝，对，人生狗头啊！我今天说要当狗，人生狗头，说的好，来，选择那几位，准备好了，好紧张啊！加油！又看到跳跳蓄势待发了，又在挨了，又在挨了，预备，跳跳，跳跳，跳跳，加油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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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！不要这样对我一个，太好笑了。刚才应该最后一个球应该有被你吓到。对，啊，他在流血，我赢你。我们的 Kid 除了用手抓，还用嘴巴咬。对，这边搞定了之后，他这个目前这边大概还剩个七八颗。三点，所以这边这很明显了吧？真的 ，Kid 应该去打针了。Kid 还过来咬哎。谁说人畜殊途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狂犬病就要把它看好，有好，恭喜陈先生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记得他嘴巴砸了，太敬业了，炸！胜负一定啊！对，好，我相信今天结果应该大家没什么问题了。不过还有个重大的任务，什么任务？跳跳今天来这边要突破他本身的记录哦，记录！他之前100颗呢，花了50秒把它全部咬破，今天他要挑战这个记录。如果破了记录怎么样？我们捐1万块钱。我们1万块颁发给他，好不好？哇，眼睛都发亮。现在换他，换跳跳他妈妈，硬不硬？我肩膀，我可以下去咬吗？我可以下去咬吗？哦，你下去咬，你跟彼得比好。好，跳跳准备破纪录喽！即将挑战自我的跳跳，能将纪录更上一层楼吗？50秒挑战100颗，如果他今天49秒，1万块马上就发。加油，跳跳！别，跳跳！来了来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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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塞！好快！加油！杀出一条路！快点，跳跳！跳跳加油！杀好远，快点！杀好远了！哇，跳跳！好强啊！好强！杀好远了！加油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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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目前21秒，哎，加油，快点，有可能累了，有点累了，累，有点累了，跳跳，快点，跳跳，快点，快点，加油，跳跳，好睡哦，今天，快跳跳，快点，快点，哇哇，跳跳，姐妹，跳跳，快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跳跳，加油，累了，跳跳，好累哦，累了，大家加油，累了啦。快快快，跳跳！快完了，快完了，剩10颗，加油！好累了，好累了！最后2颗、3颗，还有一颗，还有3，时间到了！哎呀，53秒，54秒！哇，哇，好可惜，可惜可惜。我们过年放鞭炮，大概感受也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对，以后就买100颗气球，请他来咬破，就感觉像过年了。他真爱咬气球，哎，他很爱玩，所以可以来节目玩这个也不错。有，就不用自己吹了，嘴巴会酸。哎，妈妈倒是蛮省力的哈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跳跳跟跳跳他妈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掌声的呼声，来吧，1万块钱。
休息一下，进行了更精彩的综艺百分百。魔术界最高殿堂，经过前两周由大师们与国内外知名魔术达人带来表演示范赛后，今晚申请入学的魔术界各中好手即将在此展开激烈的比赛。第一届魔法研究所入学考马上登场。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林佑利、陈佩琪、张秀清，欢迎我们最帅的主持人小钟跟国成。欢迎各位收看综艺百分百魔法研究所 Magic Power。 哎呀，不得了，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准时的锁定这个单元。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三组啊，不一样领域里面的女人，让大家看了这算是赏心悦目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双双对对？就我一个落单啊！主持人，如果今天有三个人一起出场的话，一定会有人照顾到你。对啊，我刚奇怪，为什么不赶快跟上来？你刚刚在干什么？你到主持人就两个人，腿短吗？啊！好坏，他见天了，我生气了啦！真是从头到尾呢都没有一句正经的，你要好好的帮我宣传我的专辑嘛！我不录了啦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不开心了啦，我生气了啦！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拉他，他自会回来，相信我，他自会回来。他是好经验的艺人，都是这样的，数到三喽，一二三。我生气了，好好好，好秀清，秀清这样子了，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我们，秀清真的生气了，秀清，乖了，麦阿内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再出场一次，好，用他的歌曲，这样好不好？就为了这样，秀清可以吧 ？OK 吗？用你的歌曲，对。小钟初恋，这里吗？面对我，面对你，一排，一排，排队就是排一排队、啊、一整排，对，马上，不是挠挠挠，来你第三个，我怕观众不习惯呐、啊，不会，好来啊，音乐请下，辣妹驾到，来，呜，闪闪闪闪闪。谢谢这个非常好听的专辑，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了，对对不对？好好听哦，真的好棒，好听。他这一次我觉得应该会蝉联金曲奖，得到歌后，真的那个音乐得奖，好听啊，真是感人，唱功了得，还好啊，今天还好你有来，我们整个感觉综艺节目的气氛呢就特别，气势整个都提高了，好听，对对对。注意啊，我刚刚唱的吗？有啊，天公，我听着。有，我天哩，我天哩，不够意思，我气炸了我。刚才那两个字啊，还是不小心漏出去的。我这两个字还多听到，本来应该不应该听到两个字。很重要的人要介绍，嗯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呢、啊，现场可有四大天王，魔术界的四位大师，郑重来欢迎第一位，陈日升老师。哎呦，胡海伦老师，哎呦，年丽人老师，哎呦，陈广胜老师，哎呀，马上就要展开我们非常激烈的比赛了。今天我们今天呢，魔术的精彩内容，请看。今晚即将有五组申请进入研究所的学员进行魔术入学考。首先，第一组测验的是由李梦修与傅怡达双人搭档的表演组合。两位都有6年的表演经验，专长领域是舞台的互动魔术。曾经获得台北花博杰出表演团队的两位学员，即将带来神奇的移形换位魔术哟。我们欢迎第一组的学员，是个双人的组合，欢迎李梦修、傅怡达。
球啊。乒乓球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哇！哎，阿达，干嘛？你在干嘛呢？变魔术啊！你那哪叫魔术啊？你根本不懂什么叫魔术，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魔术。好啊，你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魔术啊？真正的魔术是要把一个又高又快的人变不见。我知道你是说那个身高190公分、拥有俊俏脸庞、拥有符合国际模特身材陈宝生老师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他是评审哎，把他变不见，谁来给我们高分啊？其他人会给啊。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从你开始 ，OK？ 我不会啊，你不会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说什么你就照做就好了，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Music， 耶！谢谢。喂，孟秀，孟秀，喂，你太快，没有盖好，很丢人。不是我太慢，是你太慢了，好不好？你根本不懂我的意思。好，不玩，我来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，你示范一次 ，OK？ 你示范一次，你示范。Music，Music。哎呦！哇塞！真的假的？哇！啊，人不见了！哇！哇！什么？啊啊！不要不要！啊啊啊！温室耶，温室耶！
掌声 ！Amazing boy， 好厉害哟、哦！李梦修副李达同学，帅！你要去哪？两位，一直在转。两位堪称是欢乐魔术师。欢乐魔术就是要带来欢乐了。对，那为什么？那你们为什么不想好好正经的表演一些帅气，像 David Copperfield 啊，对不对？他们长得又不帅。哎，有，还帅的。秀清姐说重点了，我们是不是怎么帅？那秀清姐还不知道照顾同类啊。你们看他的魔术，你们感受到什么样的感受是让你最强烈的？其实因为我们都有几次是有那种魔术选秀，我们都是坐在侧边看。嗯哼，这是我第一次坐在侧边看，完全没有看出任何破绽。破绽，侧边是最容易有破绽的哦。可是我在这边完全看不出破绽，而且超厉害，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地板底下有挖洞？我刚刚想说这个箱子是不是里面还有空间呢、啊？对，我躲过，可是问题是箱子一个小男生那。没有，他躲不进去。就算躲进去，他也躲不过那个枪。对，中间啊，十字这样交叉很难。有一个重点，你现在不要让他喝水，他一喝水会很多洞。有画面。他们可是台北花博非常杰出的表演家哎，台北花博特别邀请他们去表演啊。这基本上呢，很太奇妙。从一开始变保龄球出来，就让我觉得这保龄球这么重，他怎么那么轻松的拿个板子？有没有？对呀，这是我觉得很好看的部分。画什么出来什么，对，然后这乒乓球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，对，非常的有想法。可是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大师如何看待，好不好？来，年龄的老师，既然是一个比赛，我就把重点讲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这双人组呢，一开场我抱着很大的期待，哇，双人组的很特别，那感觉很新奇啦，可是表演起来一点都不新奇。什么？让全场艺人大声叫好的双人组表演，竟然被年老师批得一文不值，究竟他们犯了什么严重错误？下段回来专家说给你听。